国下混蛋，你们给我国下，连电脑都虐我啊，再下啦，哇靠，这个表示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你看国色就是那么简单啊。等一下，这真是你们打的吗？这个东西已经封顶了欸，没打没打，我已经不行了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完了完了，已经看到结局了，抢暗干了，糟糕，要抢暗干，要抢了要抢了要抢了，兜一下下车，我这边有个按钮欸，欸，有个按钮可以按，等一下再按，等一下再按，等一下再按，哎呦，我们看不到对家手牌哦，欸，这个牌说不定还可以再跟他拼一下哦，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可以哦，我们先按杠看看，等一下再摸一张很好的牌嘛，我们维持我们的进攻态势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看，然后先看到这个盒子，我那真的心已经直接凉掉了，然后就看到按杠直接缺一颗啊，被按杠被抢按杠就是这种感觉啊。这游戏这个出 bug， 观看器应该出 bug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啥啦？哪打口的啊？提示器啊！把这个游戏砍了！把这个游戏砍了！老子不玩了，行吧？老子不玩游戏了，行吧？啊，半天我怎么办吧？老子不想玩了，可以吧？大波利剂哦，我们主视角有几起直追了，这么漂亮的牌，等着收点数了吧？等一下，不对对，情况怪怪的，情况怪怪的，越来越奇怪了，怎么会变成九连啊？我摸那么久，总该摸到了吧？总该摸到了吧？哦，可是放纵已经够惨了。这放纵已经够惨了，然后他的牌为什么会起飞啊？让我死了好吗？我不活了啦，我不想活了，让我死了啦！活不到就已经很惨了，放了就算了，你放那个牌他妈还会飞起来，那是超难的东西。我是他，我已经不想玩这个游戏了啦。这下啦，这下啦！我靠，胖，我胖。熊贺喜安内啦，给你玩就好啦，啊，你最屌，我不玩啦，行吧，啥鬼啦，怎么可能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玩这个游戏，我就不该点进这一场，我就不该点进这个狠之间，哇，对家打了西风啊，对家打了西风，李子宝五，李宝五好美哦，而且为什么两边长一样啊？这个真的没问题吗？等一下，这个表示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至少顺序换一下吧，你是连顺序都一样哎，表里相同，我觉得这个牌没洗干净吧。他是被电脑打爆的，他说他那个饿掉运气不太好，想说我们来找电脑练个剑，发泄一下情绪。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电脑简单吧，白白发发中中，请注意这是电脑，电脑括号简单，括号简单是指打你们很简单啊，那看起来是真的挺简单啊，这啥啦，这哪会安尼啦，这哪会安尼啦，励志了，人家打电脑励志一下有问题是不是，要打电脑励志是不行的吗，原来是这样吗，连电脑都虐我，连电脑都虐我啊！简单括号一满简单，他胡一满很简单啊！要死轰啊啊啊啊啊啊啊！这啥小子？国下混蛋，你们给我国下！混蛋，你们哪怕其中一个人国一下也好吧，狠之间啊，狠之间是应该追求一下梦想吧，这个成就比国士难多了，大家轮流九九一人一次，这成就绝对比国士难上十倍百倍，真的是没看过这种事情。
重点是他妈后面还有一满是怎样？凶贺啦！重点是他妈后面还有一满欸，这个牌谱是哪来的？天上掉下来了是不是？这一局看起来正常多了，正常多了，看起来正常多了。不正常，还是不正常啊！哈哈哈！立了哦，他并没有选择要凹什么四暗克之类的，一直三暗克保六，自己摸到。这什么啊？这两个要素怎么可以同时在一个牌谱出现啊？一人九九一次，然后李宝开七张，五十福二十番，这到底都是什么啊？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要九种九牌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才不跟刚才那三个人一样敲中张的，只留幺九，然后进发进中。进发成一个雀头，然后进九饼，然后白板。你看国士就是那么简单啊，国士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异种啊，这么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这个一满点数欸。重点是没有任何的无效进张，全部都是进在你最想要的地方。完了，这个背牌完蛋了吧。这个配牌这种东西不需要注解，这种东西需要什么注解？不是吧？这是你们打，等一下，这真是你们打的吗？这个东西已经封顶了欸，你要再比这个屌的没几个欸，整个游戏现在能比这个屌已经没几个欸。上方什么啊？是吧？我如果真的我放了这个东西，我就应该会摊在椅子上。我已经不想去思考任何事情，就怎样都随便吧。どうでもいいです。哎，我已经无所谓了，我已经都没关系了。狠之间，人家也没有狠到这程度的。为什么三巡可以有这个啊？该通报啊，该通报，该检举啦，该检举啦。血魂这个游戏能够达到的胡烂程度来说，这个也算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吧。所有溢满的牌符拿出来，这个恐怕有前1%、2%的程度吧。能比这个还要屌的，真的很少很少欸。我突然没力了，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了。你知道我现在那个突然那个气力放进的那个 feeling。摸打没打，我已经不行了。这位叫画画朋友，他丢一个牌谱给我，没有任何注解，因为这个东西不需要注解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真正最顶尖的这个牌谱是不需要过多的装饰啊。